的那个教学经验已经有20年喽。每天早上呢，他的海啸小操在5点好到6点，在3重的那个运动场，综合运动场都有做教学哦。今天如果大家学的呢很有兴趣，每天哦都可以5点到6点跟我们的杨老师呢在那边有约会。那这个气功呢，是我们纯纯让大家哦在吃之前呢，大家做的运动，现在是最流行的嘛，我们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，这都属于无氧运动。这个呢是很适合我们这样的年纪来做一些循环啊、代谢的增进。那我们现在的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杨小猪老师。老师跟我们大家问的好吗？各位大家好。今天很荣幸哦，因为我们的会长夫人的关心哦，啊，叫有机会徛伫遮，安尼臭屁。刚好，刚好，我们各位哈，都小胡兄哦，拢真有练功，哦，阿毛真有练功，但是练功地位哦，都很好，但是上重要健康。健康，咱才其他才有机会阿讲。哦，若无健康，大家无法做这个呀。啊，今仔日我教你个吼是上简单，非常简单。你记偌济，做偌济，简单啊，做好用。真简单，袂讲真困难啊。我就爱做到半小时才有效果。这个每天有做，啊，效果就一定会出来。我要大家做完哦。这夏天无啥感觉。但是那刮天哦，手安尼转哦，先，敢那咱去收鱼啊，内底敢那一条鱼啊，安尼手转哦，真紧哦，咱的身躯就烧起来。啊，所以目睭闭紧哦，目睭闭紧，家己要做这个动作哦。啊，然后握拳，安尼握拳，哦，安尼都是用帮助咱的血液循环，目睭闭紧还是安尼做。有的人就开始感觉说，身躯小可烧烧，然后再来转手腕，这个手腕转，安尼有简单无？但是把动作效果就出来，啊，然后再转回身，再来，两手背双掌对摇，翻凳，好，双掌对摇，时间就可以安尼结束完，来，再握拳，再来握手。好，肩靠好上下，啊，举腿，啊，举腿，哦，这嘛是血液循环的波，肩膀上下举腿，然后把咱的肩靠好放松，我教的运动拢真简单，真简单，但是效果，逐天做出来，好做，这嘛血液循环的波，有感觉身躯开始烧无？辛苦了，弟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简单的运动有效，上简单，咱卖讲困难的运动有效，简单简单啊有好用，但是简单不要瞧不起，咱人就是要恢复简单啊有效果。我辛苦小安咯，有无？来，手骨转过，然后甩手，好，竖腿起来，来，一。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好，来，这个转子，我辛苦用手啊，这哪，这个吼表示讲咱血循环，然后两手幅度变大，幅度变大，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讲这简单的一只手，我今这会记你就好啊，会记你转起来好，你不要做嘴空位啦，一旦来家走啦，来，好，今天老师的手不够看我们。要徛来我边啊！爷来听。这个一只手哈，安挂背上胸哈，实战啊，胸部哈。背部嘛，因为对，这样会很好。来，手摆过来，再来，来，肩胛头的动作，这个手摆滑到肩胛头，手离肩胛头一寸，因为滑到身躯的地方，离肩胛头一寸哦。转肩，放肩胛头一寸哦。一、二，幅度宽，这个
手肘不管了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安尼画边，好，来打给他，一二不动转，三四五六，来双肩，再对五十肩，帮助你打二。